各位同学，请接着看寄诵第七首。若有住此方便海，必得入于智地中。此事随顺住佛学，决定当成一切智。在这首偈里头，是一切诸佛，他们怎样修成的？或者呢，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是怎样学成的？那得求学、修学啊，怎么修成的？怎么学成的？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了。第一句，若有住此方便海，这一句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住啊，怎么叫住呢？你心里头真有，就叫做住。心上真有啊，有什么呢？有此方便海。此方便海是什么呢？圣贤的教诲呀，佛菩萨的教导啊，那我们要问了，诸佛菩萨圣贤哪些教导是方便海呢？就本经而论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是方便海呀。释迦牟尼佛49年跟我们讲的一切法，就是此方便海。诸位要明了，诸佛现身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现身是方便法了，是方便的。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现，无疑不是方便。所以才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你要懂得这个方便。那么那方便法太多了，用海来做比喻，这么多的方便门，我们从哪一门入呢？佛说得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无量无边的方便门，84000法门，无量无边法门，法门都是方便门。你喜欢学哪一门都能成就，你必须用
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心去学。你才能如啊。楞严经上佛讲得好啊，因地不争，国照于取。啊，你的心不争，你的愿不争，那你修学的果报就有了问题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方向偏差了。啊，用的是佛的方便，因为你有私心。你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没有放下。果报不是成佛成菩萨，而是落到魔道里面去了，去当魔王去了。真的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。啊，所以因地要真啊。啊，真心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真心啊，宏愿舍己为人啊，现在人常常讲的牺牲奉献，不能不做到啊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决定不能够疏忽。如果说大经太长了，太长不要紧，佛菩萨慈悲，把大经修学的纲领给我们指出来了。啊，华严这一部大经修学的纲领是什么呢？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善财童子给我们实现的列思练心，在人世一切人世环境、一切物质环境啊，练什么呢？练十度心呐，练十愿心呐。把十度十愿完全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日常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啊，落实在我们的思想见解，落实在我们的言语，落实在我们的行为，那你就是真的住持方便海了。你心里头真有啊，啊，真有布施啊，念念不忘啊，真有持戒啊，真有忍辱啊，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，你心里真有，这就叫住。啊，
真有普贤菩萨的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，一直到普界回向，那更精要的纲领，但是更精要纲领啊，往往你不知道怎么落实，就是戒定慧三学。总纲领啊，觉正净三宝啊，戒定慧三学总纲领总原则，你这个心真的住在这个地方啊，只要心啊常住此方面，真住此方面，你当下就得诸佛护念的，一切龙天善神拥护你啊，赞叹你啊，我们俗话说保佑你啊，啊，绝对没有丝毫自私自利啊，没有丝毫名闻利养，没有丝毫贪嗔痴慢，一切为报逢恩啊，报过去逢恩，报现在逢恩，他们事先教导我的，我今天完全明白了。我用什么方法落实知恩报恩呢？如诸佛之教啊，诸佛怎么做我也学着怎么做，诸佛怎么说我也学着怎么说，诸佛如何表演我也学着如何表演，帮助一切未来佛啊，快快觉悟成佛，这个方便海女说多重要啊！只要你有这个心，心真的安住在佛菩萨教诲之中，必得入于智地中，毫无疑惑，必定得啊，得什么呢？开悟啊！啊，智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啊，此事随顺诸佛学，普贤十愿里头有啊，常随佛学啊，这个佛就是诸佛，常随佛学。就是随顺诸佛学啊，过去佛怎么学的，现在佛怎么学的，真的不容易啊，难得今天觉悟了，今天明白了啊，真正觉悟真正明白，那你就学啊。
孔老夫子所说的啊，那个话的味道我们体会到了啊，我学了几十年，这个话的味道我才真懂啊，可见的不容易啊。那个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怎么愿解夫子真实义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无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一丝无疑不如学也啊。怎么学呢？随顺诸佛学，怎么随顺诸佛学呢？世尊在《摄善业道经》里头告诉我们，常存善法啊，什么是善法呢？一切诸佛如来的方便法，他的示现他的思想他的言行要常放在心上，这就是主啊。思维善法，常常想着佛陀的教诲，啊，佛所讲的，他通通都做到了。十波罗蜜，他做到了；十大愿，他做到了。戒定慧他做到了，觉真净他做到了，不但做到，样样圆满啊，四摄法他做到了。常常想啊，佛都做到了，我也要做到啊，佛能做得到的，我为什么做不到啊？这个事情不是求人啊，求人难啊，人家不答应你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这求自己啊，自己真的发心，真想做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？所以，那个念头一转，转凡成圣。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你得会转，转过来，永远不要再退转了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转过来之后，永远不会被这个世间啊，九法界这个世间呢任何一桩事情所诱惑，转过来之后不会受诱惑了啊。那实际上的状况呢啊，我们有时候转过来了，就像闪电一下放一下光，转过来了立刻就迷了。什么原因呢？马上被外头境界又诱惑了，又堕落了，这是不能成功啊！啊，许多同学常常来告诉我，没有办法，敌不过烦恼习气啊，业障随时会现行啊，没错。那用什么办法呢？读经啊，读经
不竭其意困难，你很难收到效果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听讲啊，听讲，你把意思听懂了啊。意思听懂的时候要读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意思懂了以后读经，得诸佛加持啊。啊，这个祝福就是过去佛、现在佛加持你啊。读经就是接受加持，在密宗里面讲呢，读经就是接受祝福灌顶。我过去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过，什么叫灌顶？这是密宗的修学方法之一了。黄念祖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头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金刚阿舍利啊，他讲得没错啊。什么叫灌呢？灌的意思是传授的意思。什么是顶呢？顶就是佛法里头最殊胜的，顶尖的这个法传授给你，这叫做灌顶啊。那什么是顶法？华严经是顶法了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，真的是过去现在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示现讲经主经，都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这名称不一样啊，实际上都是一样啊。然后无量修多罗以为眷属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主经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所有一切经都是华严经的眷属啊，辅助这一部经啊，是这一部经呢某一部分的详细讲解。这一部经是圆满法轮呐。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留意，这个经最后借归到无量寿啊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极乐是无量寿啊。所以隋唐那些古大德从这些地方啊，他才真正醒悟过来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总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了。所以彭济清居士说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。我明白了，我搞清楚了。所以上一次讲华严经我讲了一半不讲了，我讲无量寿经啊，我希望这一生当中啊能把无量寿经说讲个几十遍啊，讲个几百遍啊。为什么呢？那就是华严经精华嘛，神思没那么长啊，大家人也容易学习啊。
这一次细说华严，实在是许许多多同学祈请，这当中，最重要祈请次数最多的，开心法师，给韩馆长，这我答应他们呐，好，细讲一遍，留下这个录像呢，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。这才发心讲这部经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这第一个大单元，清凉把这部经分成四分呢，信解行证呢。第一分，六品经十一卷。那么这个六品经快讲完了，我想今天下午在两个小时，这一个大段落就圆满，那么这一个大段落这一分可以流通了。我们把它这用四分来流通呢，比较方便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也相当的完整。学习不难呐，这一份讲得很详细。经文虽然只有十一卷，大概我们连这个下午讲完呢，好像总共是980次。我们一次两个小时。将近2000个小时。说得很详细了。佛在此地教大威光，实际上就是教我们。你看诸佛怎么成功的？教我们随顺诸佛学，决定当成一切智。一切智是如来究竟的果位。你看这个词句，全程肯定，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，决定当真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你能够随顺诸佛学，普贤愿里头四个字更简单，常随佛学，那就是常存佛的教诲，思维佛的教诲，落实佛的教诲。再看幕后这些书，第八书，如于一切刹海中，微尘界海修诸行，一切如来住恨海，如界学已当成佛。这个四书记好啊，太好了啊！实在讲呢，我们应当把它背起来。如于一切刹海中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切处啊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这个下面呢，微尘界啊，微尘界海就是一切时啊，一切处一切时，不要忘了修学
啊，记住啊，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行为，啊，行为多，无量无边，但是总不出三大类，啊，身与意这三大类，身是造作，口是言语，意是思想见解，啊，行为再多不出这三个范围，啊，为什么要修呢？修是修正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说修正就是说你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有错误，错在哪里？与事实真相不相应，这就错了。啊，什么是事实真相？大乘经教上常讲的信德，啊，真如本性，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，一丝毫缺陷都没有，究竟圆满了。那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，所以思想见解言行跟信德了相违背，这就错了。啊，我们真心本性里面跟诸位说，决定呢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现在有了，决定没有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没有啊。啊，现在有了，啊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，决定没有名闻利养，决定没有贪嗔痴慢，自信都没有的，决定没有迷惑颠倒，啊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现在统统有了。没有是对的，有是错的，怎么样把错的修正过来？修住心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个错的对的，我们要问了，什么才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啊？这个错的对的用什么做标准呢？第三句说出来了，啊，我们没有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没有话说，那通通修正了，没有错误了。现在我们还在犯错，我们用什么标准把我们这个三业错误行为修正过来？一切如来住心海，这是标准。一切如来他们的三业完全称心，换一句话说就是自信。佛经上的说语，法而如是，这法而如是怎么讲法呢？
勉强说一句是自信啊，自然的流露。我也想不出再好的言语来表达了。啊，佛经上用的是发而如是。啊，我只能用是自信自然流露。啊，这个自然就是没有加一点意思在里头。啊，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作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自然的。啊，哪有一点意思在里头呢？那一点意思啊，跟诸位说，就是无明，就是妄想。决定不加一点意思，自然啊，啊，自然才真可爱啊，真的啊，完全与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相应。哎，这个里头有没有一点点妄想分别之中？如来住心海。你看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啊，一切刹，这是一切处啊，未成劫一切时啊，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永远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。我们细细去体会一下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多美，多么圆满，啊，多么美好，啊，不加丝毫意思在里头，真心流露啊，加一点意思在里面，妄想。昨天下午有一些同学来给我讨论佛法了，啊，就讲到真心妄心的，啊，昨天啊，中午。我在布里斯本有几个同修请我吃饭，啊，讲到爱心，啊，慈悲济世，我跟他说，你那个爱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等于怎么是假的呢？你没有真的真心啊，你现在用的心是假的啊，啊，用的是实心啊。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九法界众生用的是什么心呢？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假的，不是真心啊。所以你那个爱啊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你要觉悟啊，夫妻之爱，虚情假意。
今天爱了，结婚了，没过几天听到又离婚了，那不就是假的吗？哪来真的呢？真心啊，就不会有变化。假心啊，变幻无常啊，你怎么可以把它当真呢？你要当真，那你不是自找苦吃啊？常随佛学，你就觉悟了。什么是真心呢？真心不加一点点意思在里头。你看看那个妄心呢，这个年轻男女相爱的时候，我爱你，那个我就是意思加在里头了。加这一点意思在里面，就是楞严经上讲的知见立智是无明本，他起了无明了，他迷惑了。他不觉了。所以这个世间人，他说爱你，你可别相信他；他说恨你，你也别相信他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你把他怎么看法呢？看作两三岁的小朋友。哎呀，我喜欢你，一会儿我讨厌你，转过头来，哎，我还喜欢你，反复无常啊，不是真的。到什么时候才真的呢？明心见性之后啊，他用真心，一真一切真呐。明心见性了不起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十法界里的众生没有见性。明心见性呢，在华严经里面是圆教初诸菩萨，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心，那一分真心就是真心。从此之后他不用妄心了，他用真心了。所以在三不退里头，念不退了，绝对不会再退堕到十法界里头来。这念不退。当然他位不退，行不退。他不会退堕到小乘，他决定不会退堕到凡夫。不退堕到凡夫，就是他绝对不会退到六道。不退堕到小乘，就是决定不会退到四圣法界。永远他常住一真法界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是真正安住如来方便海啊。如来方便海就是如来住行海啊。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时候，完全是诸佛如来为标准，他学得很像啊，那就像极了。为什么像极了？是他那个心跟如来是一个心，如来用真心，圆满的真心，他现在用真心还不圆满。虽不圆满呢，所以他学得很像很像。我们今天想学佛学的不像啊。我们学文殊菩萨啊，布施持戒啊，实际上跟文殊菩萨相比啊差远了。
啊，差远也不怕，也要学。不能说相差远了就不学了，不学永远没进步。啊，我们学普贤菩萨、礼敬诸佛，怎么学也学不，也学不像。啊，学不像还是要学。啊，希望怎么样？希望越学越像。啊，这个里头，真正想学得像，啊，想入佛境界，这个四首偈都是入佛境界。啊，你看这个里头有理论，有方法。我们之所以学的不像，我常讲的自私自利是最严重的障碍。啊，为什么起心动念老是想着自己的利益？啊，迷失自信，在哪里迷的？怎么迷的？就是这一念，这一念错了。啊，把这个躯壳当作自己，一切的都为着这个躯壳去想去了。啊，这个躯壳从哪里来的？为心所现呢？为识所变啊。但是我们的心变现的形象啊，色相无量无边啊，变虚空法界，不只是这一个啊。性识变现变法界虚空界，哎，他都不执着，单单执着这一个，你这不错了吗？啊，譬如这个母亲生了十几二十个小孩，都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儿女，只认其中一个，这不叫糊涂所以然了吗？啊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么个糊涂人。啊，真正觉悟明白了，哦，能现能变的那是自己真正的我啊。这个身不是我啊。能现能变能做主宰的这个生活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色相一切万事万物是所现所变的。啊，所现所变当然还是我，我的相分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法界生活，虚空生活，刹土生活，众生生活。无有一法不是我，那就恭喜你了，你成佛了，你证得清净法身，你在这个法界里面没有私心了。你真正觉悟了，你对于这个法界一切诸法
真的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啊。诸佛菩萨对法界一切众生是这样的啊，确确实实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那也许有一些同学有了疑问，为什么菩萨保佑这个人不保佑那个人？是不是佛菩萨也有偏见，也有私心？佛菩萨确实没有私心，没有偏见，你有偏心，有偏见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佛菩萨时时刻刻想帮求苦难众生，苦难众生要接受啊！有的人愿意接受，有的人不愿意接受，有的人相信，有的人不相信，种种差别因缘是在众生这一边呢、佛菩萨那一边没有啊，决定没有差别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来说。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，对佛法完全不相信，完全不明了。你给我讲佛法这个道理，我不会听呢。我排斥，我拒绝。到有善知识来告诉我、介绍我，哦，我这才恍然大悟了，原来佛法这么好，从前错怪了，后悔莫及。认真来开始学，可以接受少分。为什么呢？教理太深，许许多多地方有疑惑，不能完全理解。所以接受少分呢，不能接受多分。认真努力学习，天天不离开经教，不离开老师，不离开同学，老师指导，同学在一起切磋琢磨，重要啊！有好老师，没有好同学，很难进步。有好同学，没有好老师，疑惑不容易断。方向目标不确实，所以私有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成败关键的所在啊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呢。有好老师，有好同学，所以还要有长时间。一切缘具足啊，说如见学矣，你这样能够都学了，已是通通已经学了，那后面的果报呢，当成佛，你肯定成佛，正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所以一切时一切处，要有好老师、好同学。同参道友，你的语言具足。
有方向，有目标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